我都莫打，只只会当在路里行两船，准备要出发了。咱迄个鼻梁船是咱吼是水底，哎，五月拢是水底。啊，但是咱这吼，即马做这就是讲是陆上吼。啊，陆上即马吼，一个咱社区吼，请个人来参观。啊，人来参观呢，即马吼，啊，人社区来好坐吼，啊，去参访咱整个社区安尼啦。因为龙船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，拢是在水中行的，所以大鼻乡的西顶船长邓文钦，就甲社区做伙发挥创意，要做出会当在陆里行的龙船。主体结构嘛已经完成，不过予人感觉真难得的是，做这只龙船的邓文钦是无师自通，而且无设计图，是一边想一边做所完成的。我唔捌学啦，我唔捌学啦，啊，就看到就往边，看到吼，啊，就加减做，啊，做久就来会晓。本来拢无学啦，你关于迄个土水也好，迄、那个西江也好啦，吼，啊，做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电机的什么生，咱拢无学啦。哦，啊，你啊像迄、那个啊，家己豆豆帮的，你啊装潢嘛无学啦，啊，但是咱拢其他拢有吼。啊，看到就做。你像我厝内拢会甲你装潢的。这当天路里行两船，西顶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谢英东表示，因准备要做三只，嘛要用这两船带大家深入认识因的社区特色。现在一台车行坐落，所以可能即摆现出是两只，脚脚可能啊做个三只，啊载一台车载落。吼，未来就是讲，伊这个就是社区开放参观了，就是一定爱。做到讲一台盐车总载，还甲装卸一台安尼。这真特别的电动龙船，现在只纯美化外观，以后就会当正式启用了。邓文钦表示，过一个月时间，麻烦大家做伙来体验这无同款的龙船。记者陈新长报道。